香味，那个疾跑，那个加速应该是比疾跑快的，但是它持续肯定不如疾跑，它刚开始爆发那个移速肯定比疾跑快。这个冰为什么拉到草丛这里了？这冰拉的好奇怪啊，拉到草丛那里，我把冰拉下来一点，这样它可以一直依赖那个草丛来武器。用相位就触发上去触发一发那个无伤。多了三个，你知道斧刀浪。先把他 Q 骗出来再 A。哥们 Q 捏的这么死的，要出 Q 了，还不出 Q？我在等打野，这种时候原地死吧，走不了了，只是前补个炮车。这种没办法，这种他来的话你就已经死了。先能接受一个信息，其实可以整个 TP， 整个 TP 吧，走上去吧。这个人头给到金魔，给到剑魔还可以。我这波走上去的话，就掉了两个兵，这 TP 可以省的。要动手，小心！这波回退线不要换血，回退线换血是大忌。但是像这种上去打他一套是完全可以的。相位打剑魔就是任性啊，有相位就上去锤他，有相位就上去锤他。开坦克都来了，真的假的？这波先慢推进去，确实挺帅的，我也觉得。第三刀给他拍开。他点燃，哦，他没点燃。没事，水友来可以帮我越了。直接动手吧，水友。我去，这波灵性啊！哦，不是水友，这是水友吗？好灵性，这波水友，这波操作。你这龟龟想什么呢？龟龟。追得上吗，铁子？我操，现在太巧了！我去，怎么跑这么快啊？我闪现白胶。反正打剑魔，记得就是，他第一段 Q 跟他贴脸，第二段 Q 也是跟他贴脸，然后第三段他要 Q 的时候，你再给他拍手就 OK 了。这波先打一个炮，这波应该能越能杀他。炮车漏了，打他一炮。这种时候小龟应该不上来抓我吧，这乌龟。只有是三只手吧，可以，那我认错人了。
又来，我真是有点，哇，我好恶心啊！被恶心到了，真有点被恶心到了，就是这样抓的，这乌龟它哪路它都不去，它就搞你，它硬搞你。 好难受。乌龟这抓人抓其实好像也抓的挺烦的，他这个嘲讽我没有办法。哎，我上波不该交闪，不过也行吧，打建模，然后他现在开始不抓我的话，给他抓多少波都无所谓，就怕他一直来搞我。上波确实不该交闪。 贴身，拍，一波给他打服，这一波给他打服，就一段 Q 贴身，二段 Q 也是贴身，然后第三段 Q 拍开，就这就是我。 一直说打建模，记住这一套就行了。除非他用后撤步，那些会玩的建模他会使用后撤步。他二段 Q 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用后撤步，那种就没办法，那种你就打一套你就溜就 OK 了。很会玩的建模他是会用那个后撤步恶心你的，你跳过去的时候，这建模他就新手了。 纯新手建模，但是那种很会玩的建模的话，要小心一点。要走了，那个乌龟要来了。玩乌龟降子气球，我这把可以穿甲，但是这把穿甲不建议穿甲，这把穿甲没有任何意义啊。对面法魔法伤害那么多，这把穿甲白给的，这把穿甲就是纯白给。 魔法伤害太多了，都是魔法伤害，就建模一个物理，基本上，卡莎也有半魔法的，这把穿甲就是纯白给，穿甲得看阵容出，起码得有四个三四个物理伤害的英雄在对面，才可能会穿甲，但穿甲太没意义了。 建模去哪里了？不会真给他一波打挂机了吧？他直接不出来了，怎么办？换小法上来，诛神前四这版本改，他挂机了这建模，一波就挂机了，抗压能力不行啊！不然他就打了。 他队友不是优势吗？他这把为什么要挂机？回家吧，回家整个行驶，再整个 CD 体验出来。 筑城前扫再变相削杰斯坦，我不想跟这个人对线了。我去游走，要去游走之前换个扫描。我去中路吃筑城吧，把水友换到上路去吧，把好兄弟换到上路去。
挂机就太没意思了。越他，越他。我觉得可以越。有点怂了。要不要去拖下路？直接踢吧，我被看到了。走位，乌龟下来了，快点杀！我去，这侠 K 头有点厉害，我现在 K 不过他。我这都 K 不过这个人，真的，一波给对面那个剑魔打挂机了，太没意思了。我还不如上波不杀他。点了，他们肯定点了，剑魔挂机了。我真的还不如上波不杀那个人。在那个草里面，乌龟要来，猛啊！我去，你这三只手，你这补刀比我还多，可以啊！补刀怎么比我还多了？131，我才126。打奥拉夫的话，只能就是在相位也要多躲他 Q 吧，多把他那个 Q 躲一下，只能躲 Q 了。感觉没什么技巧，就是不要乱触发你那个相位了，就尽量给他。